梦回长安，欢迎来到擂台，我是蓝火。咱们来看这把比赛，观战方的话是一手力武装变的一手蛟龙卡，对战方的话是一手魔王。对战方起牛，观战方的一个抗性还不错啊，触发了一手献祭。观战方必须把自身的一个血量卡在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尺度哈，要不的话捏羽不出来。而且观战方的一个血量一旦被对面压到很低的话，这个就没有办法出手了。观战方疯狂捏羽戳，但是的话观战方的一个捏羽感觉伤害并不是特别高，对战方秒过来，秒观战方也不是特别疼，应该把防灵士的话也是带满了。观战方戳飞对战方一只宝宝，对战方直接单烧观战方人4000血，伤害的话有点高。观战方补大金，观战方的一个药品消耗的也是非常快，其实特别建议观战方出一手孩子啊。对战方再点观战方一个人，现在观战方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想清掉对战方的一个孩子。后排宝宝七法王，这个连续戳了对战方好几回合了啊！对战方的一个孩子万一绿了是吧，观战方得直接绝望。观战方来一手天地同寿，保一手宝宝，感觉观战方的一个血量有点加不过来了。观战方的一个伤害还是有的，但是无奈对战方的一个法伤更强，这样的话观战方后排宝宝被打出高鬼魂。观战方人物继续戳，拉一手应该还是配速。这样的话观战方被打上大死亡，人物还倒地，观战方想出一手孩子保一手，但是无奈的话夸观战方是瞬间被秒倒了。这样的话对战方只需要清掉这两只宝宝就 OK 了。对战方开始风云色变群秒，宝宝绿一手，孩子的话也是楚楚可怜藏进去。
对南方继续补先例，继续秒，孩子被秒飞，怪南方硬生生的撑了，这是还有两回合，看一看能不能撑得住啊，没有撑住啊，怪南方被抬走了。